曲风 ，I am the B， 没错。接下来有请 KB 老师给的分数是7分，也是相当高的分数。没错。接下来有请叮当带来是铃果，掌声鼓励。数一数那天你站见过的次数，读一读你的眼神中有爱慕，与其辛苦又要耍酷又要埋伏，那么何不让爱快一点倾巢而出？Hey you Mr. Q， 爱下课的指数，暗流像瀑布，好像重力又加速，你又傻又无辜，一身起来的功夫加快脚步又加脸书，电流变暗流，好样的，你行。接下来问一下 KB 老师，你给的分数是 Go 7分，太高了，厉害，不错，好。总和刚刚所有的分数，现在一号严伟林的分数是7分，郭彦均的分数是96分，叮当47分，何伟健37分，所以郭彦均呢，你是今年的优胜。恭喜郭彦均，你约到了时间，送他们。哦，好伟大。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是谁，我是哥哥彦均。好，可以了。来，就一人10秒喽。好，一人10秒。好，来，伟林先开始，10秒。好，我在10月10号发行我的第二张的创作 EP，叫做《我知道，我知道》，大家一定要去买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，接下来叮当。Hello， 最近新专辑已经进行改版了，所以最近有很多的一些改版签唱活动哦，所以大家也可以上我们相信音乐的官方网站 www.相信音乐。好，伟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erek 何伟健，我的首张个人专辑叫做《新生何伟健》，是，然后来自新加坡，希望大家支持一下，谢谢。好，新生何伟健。好，要谢谢四位，谢谢。拜拜。我。